就是开查某，那会变成牵缠两年的官司。一个身家超过500亿美金的五姓华商，伊伫两年前的八月中，甲朋友过一个小模，到信义区的夜店饮酒，半夜四点半，伊甲小模讲好开房间的介绍，两个人做伙坐客轮车，转去伊信义区的好雅厝。结果透早六点半，小模雄雄敲电话回伊牵狗仔，讲伊心中足疼的。这查甫看到就带伊落去楼骹，就是才拄好拄到巡逻的警察。小模马上冲去伊讲：“我予人持刀强奸。”警察听到马上惊一下，过顶工就带人去这查甫因厝查扣食毒的工具、被单、甲卫生纸。检验的结果出来，予人啥拢无。小魔讲指控这查甫是食大麻巧克力，小魔抽血验尿，确实嘛有大麻的成分，但是迄个查甫也无物件，厝内嘛超无啥货，这官司牵持两年，五审外伤，未爽吼限制出国，即马法院判伊无罪确定，伊嘛要对小魔提起告诉，爱司法吼行伊一个公道甲清白，突破中心，小魔哭哭报道。